同学们，你们知道氧气是什么吗？氧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，呼吸需要氧气，燃烧需要氧气，到底生活中的氧气从哪里来呢？究竟博元和伟伟要如何证明氧气的存在？植物又是怎么行光合作用为地球带来源源不绝的氧气和生命力呢？锁定今天生活里的科学，一起找出氧气在哪里。想一想，博元利用许愿瓶喷出的巨大烟雾里含有什么呢 ？A. 二氧化碳 ，B. 氧气 ，C. 神灯精灵。科学不思议，答案就在生活里。同学们，你们答对了吗？答案就是神灯精灵，赶快许愿。不是不是，博元，我非常确定刚才那团烟雾当中没有神灯精灵，你加的是什么啊？哎。我给你一点点线索，其实在凉桶里面的不是纯水，是双氧水。哦，双氧水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啊，博元的魔术里面不是变出神灯精灵，而是一个氧气烟雾弹啊。啊，哎，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我只是说一个双氧水，你就知道答案了。可能是我刚刚有跟神灯精灵拜托的吧。我也只是跟你们开个小玩笑嘛。好了好了，博元，那就给你一个机会，和同学们说清楚、讲明白吧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还原实验吧。其实双氧水会分解出氧气，是跟它的成分有关哦。我们一般看到的水分子的化学式是 H2O， 而双氧水的化学式是 H2O2， 也就是说比水分子又多了一个氧的原子。但双氧水在常态化之下呢，会渐渐的分解出水蒸气还有氧哦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在家里呀、用那个双氧水都不会产生这么大的浓雾呢？博元，你刚刚又偷偷加了什么东西，没有让我们知道啊？其实就是这个。你看看哦，我们先把它打开，倒进来。这个黑黑的是什么啊？它就是这一次制氧实验的催化剂——二氧化锰。让我秀给你看。第一个步骤呢，我们就是要先把二氧化锰，加到这个三角烧瓶里面去。哦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把这个插着剂型漏斗的活塞呢，塞上去。但是要记得哦，剂型漏斗千万不可以碰到烧瓶的底部哦。那接下来旁边要准备的一盆水，这些呢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利用排水集气法来收集氧气的装备哦。因为啊，氧气不溶于水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制造出来的氧气引到这瓶子当中。看来我们的装备已经都差不多了，我们赶快来做实验吧。好，开始啦。我先把它盖过来哦。好。好，伟伟，你现在可以慢慢加双氧水了。好，但是要小心哦。双氧水和二氧化锰起反应了，开始跑出好多烟哦！啊，你看我这边，你的水全部都被排出来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拿出一块透明的垫板。最后呢，好，现在这一瓶里面呢，就是我们收集好的氧气咯。可是博元，要怎么证明这个瓶子里面真的都是氧气呢？博元，你都忘了吗？刚刚有说到啊，气体不溶于水，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啊。哦，对哦，伟伟，你怎么那么聪明啊？氧气还可以助燃。要不然，伟伟，你先帮我拿那个线香。好。然后呢，你把它点燃。
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把氧气放在桌子上，因为等一下有可能会有一些火光，如果拿在手上的话会有点危险哦。好，微微，我等一下把这个垫片一拿开，你就把它放进去哦。同学们就可以看里面到底有没有氧气咯。好了，预备，一二三，出！哇，好大的火光哦！对呀，真的助燃嘞！里面都是氧气嘛。没错。好，微微，我们的实验成功！耶！但是我们刚刚用了双氧水，知道有氧气的存在。那到底氧气还有在其他哪些地方啊？对啊，你看哦，我们呼吸也需要氧气，而且呢，你看助燃也需要氧气，所以呢，氧气应该是无所不在哦。对，那我们一起来找找生活里的氧气在哪里？生活中的氧气在哪里？氧气在哪里？氧气就在每个人的一吸一吐的吐纳之间。氧气是空气中的一颗小分子，它无色无味，很难发现哦。许多水中的生物能生存下去，也是因为水中有氧气呢。虽然你可能看不到，可是阳光和植物正在进行光合作用，所以氧气就在这里哦。你发现了吗？氧气也藏在我们的血液里哦。同学们，你们知道氧气在血液里面是做什么的吗？血液带着氧气来到我们身体的器官，帮助我们的器官有很多的能量可以运作。所以啊，氧气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的一大源头哦。所以同学们，你们知道氧气有多重要了吧？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氧气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啊？对呀、怎么停电了，博元？好黑哦！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。薇姐姐，蜡烛来了！哇，依妮，你真是我们的救命之星！电脑回来了，我把蜡烛串起喽。好啊，耶！来，如果没有氧气，蜡烛就无法燃烧。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会是黑暗的。对啊，这样子就都黑黑的，跟刚才一样了。我没了氧气。子熙，对吼，这世界上如果没有氧气的话，对啊，要呼吸耶，现在要不是没有氧气，你要好好呼吸才行啊，子熙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在模拟没有氧气的状态啦。子熙，你真是吓了我们一跳，没事就好。对啊，这样看起来氧气真的很重要哎。空气里只有氧气吗？当然不是咯，空气里面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气体。那空气中到底有多少氧气啊？这个就有点难倒我了，不然我们一起来问老师好了。好，老师，我们有问题。空气里到底有多少氧气呢？空气中的氧气有多少呢？太多太少都不好，21%刚刚好。同学好。肖老师，我们空气里的氧气含量真的这么少，只有21%哦。是啊，氧气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，可是它浓度并不是最高的耶。老师，那空气里浓度最高的气体是什么？浓度最高的气体呢，叫做氮气，它占了78%哦。其他加一加也是不过1%而已。老师，那空气中的氧气含量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呢？如果想要知道，那我们就借由一些小实验来证明它咯。又可以做实验了，耶！实验一，测测空气中的氧气量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实验器材咯。首先我们把这个宝特瓶的底部呢，把它切掉，用来装我们今天要实验的空气。那我们呢？会把它放在水里面哦，用来区隔里面跟外面的空气。等一下老师瓶子放进去的时候，你们要仔细看水面的变化哦。好。老师，瓶内的水位和瓶外的水位不一样嘞。你观察得非常好。那因为空气它本身也有体积哦，所以呢压到水里面的时候，把水挤开来的，它的水面会比较低一点。那要怎么样可以让水跑进去跟里面外面一样高呢？把空气放掉就好啊。因为这样子压力就一样大了，对不对？聪明，只要把盖子打开来，
现在请伟伟呢帮我们做一下记号哦。好，用蓝色的笔。好，记在这边喽。好。OK。接下来我们要来想办法让里面的氧气消失。怎么样？用什么样的器材可以做到这一点呢？我知道，是燃烧。非常好，蜡烛燃烧会消耗掉空气中的氧气。点燃蜡烛的时候要小心哈，避免去滴到哦。接下来的话呢，迅速的把它盖上去。哇，它会有什么变化哦？观察一下。好，它里面已经渐渐的会没有氧气了，火焰越来越小，蜡烛熄灭了耶。水位上升了哎。对。那水位上升的原因就是氧气被消耗掉了，空间就让出来了。水就流进去了。这个时候麻烦请伟伟呢再帮我们做另外一个记号。我们用红色的笔。好的。好的。好，现在呢我们要把保特瓶再拿出来。老师，那我们这样子要怎么测量啊？这个蓝色的部分呢是原本空气的体积，消耗掉氧气之后的体积就是红色的这个部分咯。所以只要两个相减，那减少的部分是谁呢？就是氧气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先量原来空气的体积是多少。好，先把水倒到蓝色的刻度。对。那要用什么东西来量体积呢？量头。聪明，而且上面有刻度。对，小心的把它倒进去。大家帮老师看一下体积是多少呢？好，350。350。对，刚刚好。那再来，我们要来量减少的体积是多少呢？好，我们呢把水呢倒到红线的部分。好，减少的体积就在这里面咯。哇，我们只要看这个刻度就知道了。这样子大概是45左右，对不对？非常好。哎，老师，所以我们用45去除以350，这就是空气中的含氧量了吗？没错。哎，子清，你来算算看。45除以350。等于0.128。你是数学小天才，好，把它写上去，0.128。老师，可是这样子是12.8%，跟我们原本说的21%差很多啊。没错，我们从这个瓶子来看一下。如果里面的氧气呢被消耗掉的时候呢，水面会从蓝色的位置呢跑到比较高的地方来。可是在燃烧过程中另外又产生了一种二氧化碳的气体，它的体积呢就会把它的水面呢往下挤到红色的位置了。所以呢我们测出来的比例才会比实际的比例来的低一点。那既然含氧量变得这么低，那我们要赶快呼吸啊，要不然等一下缺氧怎么办？真的有点夸张哎，真的太夸张了好不好？其实我们的身体呢早就已经适应了这个氧气的浓度了。一般来说啊，只要我们大口的呼吸，把氧气吸进去，然后呢再吐出来，把二氧化碳跟多余的氧气送出来，我们身体就会健康了。所以老师，氧气透过呼吸进入我们身体里面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运作呢？这真是个好问题呀。到底氧气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怎么运作的呢？就让我们来看一分钟动画，动一动就知道了。请看，一动你就动，氧气的人体旅行。嗨，我是氧气宝宝。当你一吸气，我就进到你的身体里喽。我进入人体的第一站是肺脏。哈哈，看我的隐身术，让我可以从肺泡进入窄窄的微血管里。这里的路虽然密密麻麻，不过啊，我跟同伴们却是满心期待哦。因为长长的血液列车马上就要到了，列车里会载满我的二氧化碳朋友们。嗨 ，give me five。二氧化碳下车，换我的氧气伙伴们上车。目标人体的各个器官，出发！血液列车载着氧气开过身体的每个器官，氧气宝宝经过的地方，每个器官都亮了起来，活力100。
当身体里的细胞吸收了氧气给的能量，代谢出了二氧化碳，这个时候进站的血液列车就会带着二氧化碳还有少量的氧气，目标心脏。只要一个吐气，肺脏里的二氧化碳和少量的氧气就一起被送出体外，一趟人体旅行就结束啦。原来我们不只会吐出二氧化碳，还会吐出氧气耶！难怪我们每天一直吸，一直吸，氧气都不会有吸完的一天。不是，我们平常呼吸的氧气不是我们人类吐出来的。那我们呼吸的空气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植物型光合作用。光合作用简单来说就是绿色植物吸收二氧化碳还有水蒸气，转换成葡萄糖跟氧气的一个过程。而这个氧气的话呢，就可以提供我们人类来使用啦。那我们来想一想，地球上到底是哪一个地方制造氧气热量最多的？我想答，森林。对对，是海里。因为海里面呢，水草还有藻类很多，它们会吸收二氧化碳，再制造出氧气哦。海藻可以制造氧气？当然啦、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来验证呢？做实验。实验二，水蕴草可以制造氧气吗？你们看这个保特瓶呢，里面装了七分满的水，还有什么东西呢？水蕴草。答对了。那这里面的水蕴草会有氧气吗？我们可以用线香来试试看啊，有没有氧气？看线香会不会助燃就知道哦。好，老板喽，我们要放进去看看它会不会有火花。为什么？老师，为什么会失败了？对啊，水蕴草不是会制造出氧气吗？水蕴草会制造出氧气，可是我们要给它时间才有办法。我们再想想看，水蕴草制造氧气需要什么条件呢？难不成水蕴草也要催化剂啊？那我们就放一点二氧化锰进去啊，等一下就会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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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博元，应该不是吧？二氧化锰是帮双氧水分解出氧气，可是水蕴草需要的是型光合作用啊。我想它应该是要晒太阳。晒太阳哦。好，那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，我们把它推出去晒太阳。等一下，因为外面的阳光呢，有时候强，有时候弱，很难控制。倒不如我们就用这个台灯。老师，你还是被台灯可以控制，相信等一下呢，就可以有气泡出来喽。好，这样照着就可以了吗？对，好。真的有一颗一颗的小泡泡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用线香来做测试一下哦，看看光合作用能不能产生氧气。好，那我来。失败和成功就靠这一次啊！我一定会成功。好快，上！有这么多的藻类来帮我们制造出氧气，才能帮助我们的人类有那么多的生命力延续下去。可是呢，现在世界各地都把污染物排到海里面去，造成很大的污染。我真的很担心，哪一天藻类要是死掉了，那我们呼吸的氧气可能就会有问题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在海里面种满了藻类。藻类不但可以帮我们制造氧气，还可以帮我们吸收二氧化碳呢。这个方法是可行的。我还以为是博仁哥哥想象力太丰富。你怎么这样子啊？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，想象力可是比知识更重要哦。科学好好玩，氧气超人泡泡浴。科学好好玩，今天玩什么？今天要玩的是氧气超人泡泡浴。游戏规则：利用沙拉托起泡的方式，将两桶内的氧气超人推出，哪一队的氧气超人在泡沫上维持的最久，就算获胜喽。好难哦！不会啦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氧气超人泡泡浴，开始。我知道今天要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早上我跟妈妈去菜市场就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哦，就是这个红萝卜。因为啊，红萝卜里面有能够让双氧水加速分解的一种酵素，叫做过氧化氢酶。它和双氧水反应碰撞在一起之后呢，就会制造出水还有氧气哦。博元啊，你们还有用秘密武器哦？怎么样？还好我们也有秘密
有武器啦。真的假的？妮妮，你去拿我们的秘密武器。好，那你准备的是什么？我们的秘密武器就是酵母粉。哦，酵母粉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哦，你帮我负责放酵母粉。好，那我来放沙拉托。你看，我把沙拉托都摆进来，你一样放没关系。对，在你摆酵母粉的同时呢，我来放双氧水。哎，有泡泡嘞。可是泡泡为什么这么小啊？真的哎，不然我们来问问看老师好了。好，老师，我们选择的酵母粉是对的吗？为什么我们的发泡速度这么慢呢？微微使用酵母粉是一个聪明的选择，因为酵母粉里面含有让双氧水加速分解的一个酵素。那至于要怎么样让反应变快呢？如果整个反应的温度升高了，自然会变快。所以老师建议呢，我们使用热水和酵母菌呢混合在一起之后，我想可以加快冒泡的一个速度。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我切得很棒？你这样胡萝卜应该够了吧？好，要不然你先放放看啊。啊，要放多少？大概放到150就够了吧。那我们接下来加沙拉托。加这个。哇，你倒的好漂亮哦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大主角了。双氧水。子欣，我们差不多可以放氧气超人了。你先把它丢进去了。开始！我都跟你说红萝卜很有效吧？哎，冒出头了，可以开始计时喽！紧张紧张，哪一组可以让氧气超人在泡泡上待久一点呢？子青组的氧气超人老神在在，因为啊他们的泡泡冒得慢；伊利组改良后泡泡冒得快，所以啊他们刮泡泡刮得很辛苦呢。加油加油！哇，伊利组的泡泡越来越高了，小心啊，千万别让氧气超人掉下来呀！耶，赢了！哎，伟伟，虽然呢，你们制造出非常非常多的氧气，只不过啊，速度太快了，氧气超人啊，就掉下去了。欲速则不达，早知道我们就慢慢来。生活中的氧气真的很好玩吧？生活里的科学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嗨，我是氧气宝宝。当你一吸气，我就进到你的身体里喽。我进入人体的第一站是肺脏。哈哈，看我的隐身术，让我可以从肺泡进入仔仔的微血管里。这里的路虽然密密麻麻，不过啊，我跟同伴们却是满心期待哦。因为长长的血液列车马上就要到了，列车里会载满我的二氧化碳朋友们。嗨 ，give me five。二氧化碳下车，换我的氧气伙伴们上车。目标人体的各个器官，出发！血液列车载着氧气开过身体的每个器官，氧气宝宝经过的地方，每个器官都亮了起来，活力100。当身体里的细胞吸收了氧气给的能量，代谢出了二氧化碳，这个时候进站的血液列车就会带着二氧化碳还有少量的氧气，目标心脏。只要一个吐气，肺脏里的二氧化碳和少量的氧气就一起被送出体外，一趟人体旅行就结束了。